因为每个人都有类似的青春，但是却有不一样的人生。然后拍《六用咖啡馆》至少说了六年还是七年，剧本的第一个字写下去，到现在已经刚好三年整了。因为它经过很多那些主创人员的碰撞，然后剧本 N 次的修改，再加上拍摄遇到的每天都要解决大概300个困难这样。我一直在跟自己说，就老师就不要做了这样子。会回到家之后又。我老师，我就是要做到底。现在回头去想，就是撑过来是一件有点奇怪，怎么会撑得完的事情。但是撑完了，有点，那个爽感是很难用文字来形容。他脑子里有太多太多想法在那里面，就是不是我能理解的，可是我会试着努力去懂。他可能有时候看起来像文质彬彬，其实他。比我还要疯狂。我每天去现场，我都在想说：天哪，我等一下这场戏到底要怎么演？每次我都觉得，这样子应该已经够疯狂了。然后导演就会走过来说：你再加一个什么？然后我就天啊！拍一个，可以，这样了。你就用那个手套这样，然后他丢了。就因为台湾有那么一群对电影非常执着的专业人员，所以在我们这种根本不算半路出家，连三分之一路出家的人都可以把电影拍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些人的后盾有多坚强。对于我们这些想把拍电影当成一个人生功课的人，看到一个新的希望。因为我是吴子云，可以写了这么多小说，有这个机会去拍成电影。除了感谢他们，他们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说，对自己就是很荣幸的一样。可以提一个要求吗？你来演怪叔叔好不好？不要。好像啊。很像吗？对啊，会拿金马最佳男配。这哪有配？这没有配到。配啊，没有配。